王雨妮，这是你的名字。啊，妈妈。时间走了，有些伤还痛着，有些泪还流着，有些梦还随着。就算别过了头，还是有人哭。叔叔说我们听得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去跟医生叔叔说，你们听得到了，你们听到了。黄教授，雨明好像听得到，是不是因为他戴助听器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了？黄太太，刚刚脑干测波的结果可以看得到，雨明的助听器，它的效果还是不好。为什么？这已经是最贵的了。失聪的病理原因有很多种，现在的医学它的技术也无法查出它的因素。我想他现在的状态，这个助听器不太适合他。不可能，雨明听得到，我叫他的时候他还有回头看我，他真的听得到。我想那是碰巧的吧。我还以为雨明已经可以和正常人一样。还有一件事，他现在还不会走路，也听不见。同龄的儿童，他比他们个头还小。我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我怕他不只是失聪，我看他疑似有脑性麻痹。Thank you.
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你。点茶压压惊。雨明跟志威在楼上房间玩得很开心。金谢谢。谢什么啊？反正你带雨明去检查的地方离我们家这么近，以后做完治疗就来我们家里坐坐，让小孩子玩一玩啊，知道吗？小姐，不要再皱眉头。皱纹都跑出来了，许明都这样，我要怕什么皱纹呢？哎，拜托，只是疑似，哎，又不确定，你干嘛那么难过？那如果已经是确定的呢？确定，确定也没办法，那我们就去面对他就好了。你更不了解我的心情啊！我当然不了解你啊，我又不是肚子里的蛔虫。你知道小时候为什么爸特别疼我吗？因为我少根筋，但是妈呢却特别疼你，因为你想太多，你也不替别人着想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们两个个性差这么多，一样有人疼有人爱，不是吗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，雨明也是一样。如果他确定是脑性麻痹，你跟文忠对他爱会少吗？会变吗？并不会啊。嗯，这天堂鸟根本就不会开花，我真不知道你花这么多心思在这上面做什么。既然中了，就不应该放弃嘛。虽然它不会动，不会说话，但也是生命啊。是啊，不会说话也不会动，它也是生命，所以不可以放弃。而且我相信啊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我们种的天堂鸟啊，一定会有成果，一定会开出漂亮的花。对了，你今天带雨明到黄教授那边检查，教授怎么说啊？他说雨明有可能是脑性麻痹。怎么可能啊？但是不管黄教授说什么，就算雨明真的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就像你说的，坚持下去，我一定可以改变雨明。Thank you.
一起好不好？我们看谁比较快，来，往前，来，你看，往前。来啊，雨明，来，来妈妈这里来，来来来来啊，往前爬，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来来，看妈妈这来。往前来来来，好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看妈咪，雨妮来，雨妮，哎妈，来来来来，往前往前。淑兰啊，哎，我跟你妈在外面吃过了，帮你带一碗汤面回来，来过来吃。啊，谢爸，来往前往前，你刚刚有动啊，往前啊，来，这样有用吗？淑兰会这么做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别管那么多了，走了，我们睡午觉。来，走走走，来，走走。脚动啊，动一下来，来妈妈这里，来妈妈这里，你，来妈妈这里啊，快点，脚动一下，动一下，乖乖，来，动动，来动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用力啊，动动动。小心，脚要动，脚要动，对，脚要动，脚要动。好，来，六大营养均衡才能发展得好。甜椒。来点蔬菜，老板麻烦，来点蔬菜补充纤维，可以帮助排便。谢谢。现在就差鸡蛋补充蛋白质，还有水果维他命 C。老板多少钱？五十。五十，好。出来，待会儿就一箱子。你是累坏了。哎，怎么睡着了我？你要带雨明去台北看医生，要训练他，还要照顾他的营养，又要做家事，当然比较容易累吧。进去休息一下。嗯，不用了，我不会累。像我们这种做外包的，做多少就赚多少，当然要多做一点才能多赚一点啊。而且我听说又有新的助听器出来了，这次更贵，要3万，所以我们要多做一点才能帮雨明买新的助听器啊。要3万，怎么越来越贵？为了雨明好，不管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好，那我要多接一些外包回来做才行啊。那我们赶快赶工吧。嗯。来，出来。嗯。如果真的吃不消，就要休息哦。知道啦。不哭，不哭啊！
来，我来。好乖哦，雨明乖哦，好乖。你看，每次你一抱雨明啊，雨明就不哭了。当然啊，每天都是我哄他睡觉，而且啊，他最喜欢听我唱歌。淑兰，没事了，你先去洗澡，我来哄他睡觉。嗯。乖乖啊，雨林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幸福。只要不放弃，我相信幸福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在妈妈的坚持与不放弃，爸爸的支持与鼓励，我好像真的进步了。雨明，你一定要加油，爸爸妈妈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雨明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文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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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你慢一点，慢一点嘛。那个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怎么了？不是那个雨明，雨明啊！雨明怎么了？雨明，你不要吓我啊！雨明会走了，真的真的，他会走，我亲眼看到的，而且他走得很稳很稳，都没有跌倒哎。谢天谢地，淑兰，你辛苦没有白费了。
雨明不是脑性麻痹，而且也没有发展迟缓，他除了听不见，其他跟正常孩子是一样。老天爷，感谢你眷顾雨明，真的感谢。你干嘛？这是好事哎，你要哭啊？你还不是一样？我哪有？你少来了。苏兰，你辛苦了。爸最近肝指数偏高，你有没有去看爸吗？有啊，我有要他不要太累。哎，你也一样啊，能休息就休息，不要把自己逼太紧。知道啦，不会。谁说你不会啊？就是喜欢瞎紧张。你看，我早就说雨明有问题了，白紧张了吧？黄教授都这样说了，我能不紧张吗？你呀、啊，就是紧张过度，你要学着放轻松，像我这样，放轻松，做一次啊。有雨明这样的孩子哦，我想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放松。那我可要好好疼惜雨明嘞。雨明呢？我们来吃橘子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吃橘子？你不吃哦，那阿姨自己吃哦。嗯，橘子好酸哦。酸？嗯。不会啊，很甜啊。哎，我记得你以前不爱吃橘子的。对哦，怎么讲？哎，你该不会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苏兰，怎么不回家？特地约我到这。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去医院做了检查。去医院检查？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啦，我怀孕了。怀孕？怀孕了？那我要做爸爸嘞。我本来就已经是爸爸了，文忠，你真的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啊，有孩子是喜事哎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又生了一个跟雨明一样听不到的孩子，怎么办呢？苏兰，你想要这个孩子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要。雨明虽然听不见，但还是我们的孩子啊，而且又这么活泼可爱。那就算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生下来会跟雨明一样，我也不怕，生下来了。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跟雨明一样，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负担。我不会后悔，就算是负担，也一定会是甜蜜的负担啊。也是啦，如果把孩子生下来，
明就有弟弟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还可以互相照应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赌赌看。一定会没事的。嗯。听听看。现在还听不到了。你真的要生啊？万一，爸妈，就算真有什么万一，也是我跟淑兰的孩子嘛。既然这么决定，那就这样吧。谢妈，谢爸。可是文中。多了一个孩子，家里就多一份负担。你可以吗？我没问题。班总，老板，下班了。老板，您走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文忠啊，对，老板，你真的很认真哎。已经外包我们的玻璃回去做了，结果在工厂里还是常常做到最后一个才走。钱到你啊，真是赚到了。这是我应该的。这是上个月外包的薪水。谢老板。是我要谢谢你。下次的外包还要麻烦你，这次的量更大了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更努力。孩子越来越多，开销也越来越大。你就好好做，有机会我一定给你。好。好了，下班了，赶快回去吧。我把最后几个玻璃喷完就回去。天堂鸟，天堂鸟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开花啊？爸，你来了，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呢？就刚睡醒，想说过来看看。哎，你那个天堂鸟怎么样？没开花呢。你看，而且没什么动静。听人家说啊，这个天堂鸟开花要五年的时间呢。哎呀，这回收太慢了。那我也没有想过会等那么久啊。它一天不开花，我们就一天不能卖，根本没得回收啊。再过不久，淑兰也要生了，到时候又是奶粉又是尿布的。你要不要想想，可以种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？也不知道还能种些什么比较有利润。我听人家说啊，三峡那边有个卖种苗的老师傅，你要不要去找他问问看？
专业哦。干什么？想偷东西啊？不是啦，请问您是叶师傅吗？干嘛？我也是做植栽的，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们。那就是想偷东西，偷我这里的东西。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想利用植物赚钱才来找我是吧？回去吧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叶师傅，好多了啦。你这一胎好像特别容易抽筋哦。嗯，每个孩子的状况都不太一样。怎么啦？闷闷不乐的？没事了。怎么可能没事？快说。我不是说要去三峡带回来一些种苗吗？嗯。叶师傅不肯卖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想利用植物赚钱。可是这个年头，为了家计，谁不是呢？老师傅有他的坚持，所以你也一样要坚持啊。嗯。要不然这样，我陪你去。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在家里休息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就是要这样做才有诚意啊。苏兰。嗯，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跟我说，不要忍，知道吗？没事啦，放心。真的没事啊？赶快骑啦，去三峡很远。哎呀，回去吧，你们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了。叶师傅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。我先送你回去。没关系啦，再等一下。要好好长大哦。嗯，你今天比较有活力哦，继续加油。叶师傅对植物比对人还好。没有叫我们进去。营养太多喽，吃太肥不好。来，帮你拿掉一些。不错，长这么漂亮啊！叶师傅平常一定很照顾你。你在家里的苗圃跟天堂鸟说话，来这里还跟别人的植物说话。习惯了。叶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看你好像不小心多撒了一些肥，所以我就……太太，哎，你先生有送过花给你吗？没有啊，他说要什么自己种就好。植物园倒是去过很多次。
看起来你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来，跟我进来吧。大家都叫我老顽固。对我来说啊，植物不只是植物，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只被当成牟利的工具，却没有真正用心的去照顾他们。我了解您的心情，就像我父亲从小就让我种这些花花草草，所以这些植物对我来说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爱护植物的人，不管这些植物是不是用来做生意的，既然种了就要用心，就好像是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知道。带一些黄金蛾回去种吧，不久就会开始流行的。谢谢叶师傅，谢谢。今天叶师傅教了你很多东西。对呀，从他身上学到好多，以后我要更用心一点。要加油哦。不会了。不是啦，我是说车没油了，等会要去加油了。真的啊。来，爸，你先下车。啊。慢慢来啊。对，小兰怎么了？我的脚抽筋。来来，东西给我，到里面坐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慢一点。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哎。啊，等一下，轻一点。好好好。好点没？好点。一定是骑车骑太久了，三峡到这里这么远。我看以后我自己去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跟你去才能多拿一些种苗回来啊。可是真的很远。没事啦，你看，我动一动我脚就好啦，我进去休息一下就行。我觉得我们的命真好哎，女儿嫁出去了，儿子就回来陪我们。是啊，其实啊，咱们到这个年纪啊，健康最重要，健康了什么都好啊。是啊，他们带小孩已经够辛苦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得好。嗯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啊，不要耽误了孩子啊。爸，妈，哎，文忠啊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文忠，可以帮我倒杯水吗？
怎么那么还没回来啊？文仲啊，嗯，你最近怎么老是忙到三更半夜都还没回家？你是不是都在苗圃里面忙啊？你身体要顾，白天呢要去工厂上班，然后下午还要来忙苗圃的事情，晚上还要做外包。你这样身体吃得消吗？还可以啦。怎么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哪有？你半夜没有回去，不是在这里忙，对不对？毛文仲，你到底背着我在做什么？好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不要生气嘛，这样对肚子里面小孩子不好啦。那你快说。哎，我本来是要给你一个惊喜的啦，可是现在得瞒不住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吧？什么时候嘛？我看你大肚子，还要陪我骑机车去拿种苗，一定很不舒服。而且我现在做玻璃外包，每次都要用背包背一大堆玻璃回来，也不方便。所以我就想，应该要买车才行。这应该花你不少钱吧？不会啦，爸妈有帮忙啊。爸妈也知道这件事。爸妈也看得出你辛苦啊，而且他们也觉得有了车以后。送货比较方便，不管天气太冷还是天气太热，那大家至少不用骑机车嘛。不对啊，这跟你晚上没有回来有什么关联？你带你去哪里？就在这里啊。做什么？我来练车了。但我虽然有驾照，可是也没有真正的上过路嘛。而且你现在怀孕，我也怕将来在你的时候会危险啊。所以我每天晚上忙完，就来这里练车了。我本来是想练好以后再告诉你，顺便带你跟爸妈出去走走的。那谁知道先被你发现了，黄文忠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弟弟羽凡要出生了，但对我们全家人来说是一种喜悦，却也包含着许多的担忧。喂，文忠啊，淑媛快生了，我先送她到医院啊，你要赶快啊。她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，我们不能希望她可以跟正常人一样。不，
不要让他学说话，我不要让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。出生，雨明，黄雨明，啊，黄雨明，黄雨明，出来，没事吧？哎呦，谢弟谢弟，我们雨凡听得到。哎呦。诗歌的共鸣，又是高亢，又是低吟。我一路飞向黑夜，我一路唱到天明。生命的过程，一如幻影。其实平凡就